好像是晚上才开始，我们现在就来会不会有一点……哎呦，早点来才可以找到最佳观察位置啊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淑琴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放水灯啊？嗯，应该就是一种传统的习俗吧。哦，我的意思说放水灯目的是什么呢？嗯，我只知道中原普渡的时候要放水灯，就像端午节要吃粽子一样啦。拜托，放水灯可是有由来的好不好？中国人放水灯的习俗在宋代就有了，用意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替孤魂照亮水路，指引他们到陆地享用人们准备的祭品，一方面希望他们可以早日投胎转世，同时也祈求大家可以相安无事。所以现在还有中元节放水灯的习俗哦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于正，你觉得啊，水灯这样放出去之后会去哪里呀？去哪里啊？该不会……哦，拜托，你想太多了吧？不过这水灯又不会融在水里，那会去哪呢？我想应该顺着河流飘出去吧，说不定会飘到海里。你觉得我说没有道理啊？我的肚子好饿。哎，好臭的味道。嗯，应该是在那边吧。可是水灯可以飘那么远吗？如果没有飘到海里的话，会不会……哎，舒淇。哇，七彩的灯光加上灯笼，把河滨变得好漂亮哦。对啊，而且现场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都对放水灯的活动感到很好奇吧？应该是吧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哎，我看啊，时间好像差不多了。我好期待哦。那我们走吧。淑琴，你知道吗？传统的放水灯仪式是把水灯做成房屋的形状哦，好多大大小小的房屋哦。哎，里面好像放了什么东西？啊，是纸钱。对对对，这也是放水灯的传统之一哦。水面上的水灯烧起来嘞！哇，真的耶，整个水灯都烧起来嘞！可是好多烟哦。大型水灯整个烧光，放水灯的仪式才算完成哦。那烧完的灰烬怎么办？随风飘吗？还是会有人去把它捞起来？这个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好多好漂亮的小水灯哎！哎，淑琴，你看岸边有好多小水灯被卡住哎，我猜一定是被风吹到岸边了啦。真糟糕，这些飘不出去的水灯该怎么办啊？放水灯的活动真的很特别，嗯，不过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想出来水灯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哦。太好了，那你就问我就好了。哎，对哈、你们晓不晓得放水灯，如果在河里放的话，它就可以顺着河流走。可是河的岸边很复杂，所以水灯常常就会卡住流不动了。在河边放水灯，胡教授，你的意思是说还可以在其他地方放水灯吗？当然了，我们还可以到海里去放啊。哎，在海里放水灯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水灯会被卡在半路上啊。对对对，不过在海里放水灯还是有很多因素要考虑的哦，比如说海岸边的潮流的动作，甚至连风都特别有关系的，很重要的。涨潮是因为水灯可能会被海水打回来，不过风向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水灯是放到水里去，跟风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。那我先问你们，你们认为是在白天放水灯比较好，还是晚上好？当然是晚上啊。对啊，放水灯的活动一定都在晚上的嘛。那你们晓不晓得，如果到白天放水灯，那又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因为这些水灯都飘不出去了，统统会挤在岸边的。
飘不出去，挤在岸边。为什么啊？哦，这个呢，就是在岸边有一种现象叫海风跟陆风。在白天的时候，风是从海上往陆上吹，所以就把水灯吹到岸边来了。到晚上相反，风从陆上往海里吹，就会把水灯推出去了。奇怪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发现海边的风白天跟晚上不一样啊？哎，胡教授，为什么会有海风跟陆风哦？哦，那是因为海跟陆它的性质不一样。白天太阳照射，陆地容易被晒烫，上方的空气也就热。海水温度上升则较慢，于是陆上的热空气快速上升，海面的凉空气便流向陆地去递补，就形成了海风。相反的，晚上陆地散热快，变成陆面凉而海面温暖，海上的暖空气上升，陆上的凉空气吹向海上去递补，就形成了陆风。哦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们必须在晚上放水灯，因为晚上的陆风才会把水灯带向海洋。如果是在白天放水灯，白天的海风就会把水灯吹回岸上，所以就放不出去了。嗯，聪明，你们都懂了。原来如此，因为我们看不见空气的流动，所以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件事。哎，是吗？没看过吗？来，我带你们去看一看。嗯，胡教授，这在做什么啊？你们不是说你们没有看过空气流动吗？现在让我们来做个实验，看看空气怎么动哈。这个实验因为要看烟怎么飘，我们讲话会有空气，所以我们要把口罩戴起来，不然的话空气就让它乱飘了。好，假定这一个火炉，等一下烧出来的火很烫，我们代表陆地，就代表太阳在白天晒得很烫，空气是应该往上走的。那海上空气本来也应该往上走。那我们看一看，当太地上很热的时候，这个空气海上的空气怎么动，好吗？好，那你们先看现在香的烟是怎么走。是往上流动的。往上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陆地晒烫了，我们把陆地打开。好，稍等一下，这时候你们再看烟又怎么走了。现在香的烟都走向火炉这边。就是了，代表火炉很烫，空气往上走，这边空气就没有了，所以旁边的空气要来补充，所以海上的风就吹过来了。那如果这个时候放水灯，那水灯在海上的这个水灯是不是被风吹的都靠到路边来，那就走不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代表空气海风是什么意思，那到了晚上就会颠倒过来喽。好，宇哲，今天放水灯的活动很好玩。有淑女一点嘛，打这么大的哈欠，还好现在没有别人。没办法嘛，昨天看放水灯活动已经很晚了，所以当然会睡眠不足啊。你哦，不对，又怎么？胡教授刚刚说放水灯活动是晚上才举行，是指在海边放水灯，可是我们昨天明明是在河边放水灯的啊。对啊，我想到了，应该是因为晚上放水灯看得比较清楚吧。是这样吗？还是因为晚上才会有你什么乱讲了，快点走吧，火车还在等我们嘞。哇，现在水灯呢越来越做越漂亮了。抒情宇哲，你们去看水灯活动都不找我去哦。好啦，不好意思啊，下次一定找你。你们两个去看水灯呢，不但能够发现问题，而且能够主动呢去寻找答案，赞赞赞啊！谢谢博士。说到放水灯呢，我上一次我记得去泰国的时候，正好呢看到他们在放水灯，而且呢有各种各样的水灯哦，而且他们还放了花啊、草啊、装饰，我告诉你。博士，别的国家有放水灯的活动啊？当然有啊，像在泰国啊、日本啊，还有美国的夏威夷。他们都有放水灯的活动哦。在泰国，每年12月15日的夜演之夜，民众会放水灯来祭祀水神，祈求农作物丰收。他们也认为，随着河水飘走的水灯，可将过去一年的厄运都带走。另外，在日本，每年8月13到15日，盂兰盆节时，
民众则会举办放水灯仪式来祭拜祖先。而在夏威夷，每年的5月30日，也就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，波夫岛的海滨公园也会举行放水灯活动来纪念将士。另外，也有人把过世亲友的名字和祝福写在水灯上，代表祈福。台湾有放水灯的活动，很多国家也都有放水灯，只是时间不同，目的也不一样。对啊，不过博士，我有个疑问呢。哎，什么疑问啊？水灯应该是纸做的吧？要防水，所以应该不溶于水啊。没错。到最后这些水灯就会变成一堆水上垃圾哦。那以后干脆叫大家不要再放水灯，或者甚至禁止放水灯好了。不行不行，放水灯是很重要的民俗活动哎，而且放水灯很有意义啊。可是这样制造垃圾很不环保哎。如果不是用纸做的呢？不是用纸做，那用什么做啊？又要可以飘在水上，而且又不会污染。那不用塑胶了？不可能吧？对啊，那会制造更多的环保议题耶。那如果用玻璃嘞？好像很容易碎哦。那不可能吧？对啊。那如果用斗？虽然上次没有跟我们去看放水灯活动，不过我想这个活动一定很有趣呀、啊。太好了，之前一直在想啊，这问题该怎么解决？我今天一定能找到答案的。你不在实验室帮博士整理资料吗？你不是去帮博士买实验器材吗？是因为今天佳慧姐说有活动啊。佳慧姐姐，今天？该不会？关师，快点吧！快点吧！好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天气很好哦。那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哦，你们有没有看过放水灯？有，我在电视上看过。哦，电视上有看过。那你们知不知道水灯是用什么材料做的？纸。纸。你想？金纸。金纸。它都用塑胶做的。哦，塑胶做的，没错哈。因为啊，为了避免水被一下子都溶在水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会用塑胶这种不溶于水的材质来做。但是啊，你们想想看，塑胶不溶于水里面，如果随着这个海水或者河水在飘啊飘啊，你们觉得它最后会怎么样？被鱼吃掉。被鱼吃掉，那鱼会怎么样？死掉。死掉，没错。那碧仙会飘到河岸边变成垃圾。对，没错，你们做得非常的好。但是啊，你们知不知道，像放水灯这个活动啊，是台湾很独特一个海洋文化的信仰哦。所以啊，今天要请大家来动动脑，请你们来想想看，怎么样来做一个又环保而且又有创意的环保水灯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哇，材料好丰富哦，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动手来做我们自己的环保水灯吧。好。哎，郑正，你们为什么拿这个来做水灯啊？因为发粿很好吃，我想跟鱼一起分享。哦，原来是因为发粿很好吃哦。那这个呢？哦，我是因为我有上网去查资料，发现泰国他们水灯都是用面包做的。哦，原来是用面包做，哎，不错，做功课哦。雨珍，你用面包来做水灯，会不会太浪费啊？其实，这是我放了两天的过期面包啊，废物利用，废物利用啦。哎，我们这样可好不好？好啊。这位俊伟，你们为什么想用这个西瓜皮来做水灯啊？因为我们总有吃西瓜。我们要像外国人一样做南瓜灯，我们做西瓜灯。哎，好有创意哦，而且还是废物利用，哎，真不错。哎，宁翔、仲翔，你们怎么做这么快啊？哎，对了，你们为什么想用粽叶来做啊？因为昨天看到阿妈在包粽子，我觉得这应该很轻，飘得起来。哎，有道理哦，不过看起来有点单调哎，你们可能要再装饰一下哦。好嘞，你们继续加油吧。好。哎，碧娟、景晨，你们怎么会想到用这个椰子壳来做水灯啊？因为它很天然，然后又很环保。哎，对，而且很轻，又会浮起来。哎，对呢，这很轻，应该很容易就浮在水面上。燕总，那边国小的小朋友都好有创意哦。粽叶、椰子壳，还有模仿外国南瓜灯所做的西瓜灯，好厉害哦！
不但有创意，而且还很环保呢。你看，他们所使用的都是天然的材料，还利用小花小草来装饰哦。我们的画柜跟面包也很不赖啊，燕仲，赶快加油吧，可别丢了小智怡的脸哦。各位小朋友，水灯都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非常的好，大家水灯都很有创意哦。但是呢，水灯如果不能够顺利飘在水面上，那就不叫水灯了嘛，对不对？佳慧姐姐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说啊，要放水灯那可没那么简单哦。等一下，大家的水灯啊，都要经过一个大考验，看成不成功哦。啊？创意环保水灯大赛游戏规则：所有参赛选手同时将水灯放入水中，三分钟后，看看谁的水灯还顺利漂浮在水面上，就是优胜哦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也准备好啦，这就是我的环保水灯哦。哎，佳慧姐姐，我们刚才怎么没有发现你有做水灯啊？嘿，那是用纸做吗？当然不是啊。那是用塑胶做的吗？来，你们猜猜看，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？是不是粉笔啊？粉笔？不是耶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很环保的哦。想一想。好，想不出来哈。好，那我来公布答案好了。这个环保的水灯啊，是用鱼饲料做的。鱼饲料？不可能吧、没想到吧？像鱼饲料溶于水之后啊，就会变成水里面生物上的饲料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很环保啊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水灯大考验喽。各位选手们，请就位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准备啊，把水灯里面的蜡烛点燃喽。把水灯放到水里去喽，来进行水灯大考验。来，慢慢的把你的水灯轻轻的放到水面上去哦，要小心一点哦。哇，大家的水灯都顺利浮在水面上嘞！没想到这么大的西瓜灯，竟然也可以顺利的飘起来哎。没错，虽然粽叶组成的水灯看起来快要解体了，不过还是顺利飘在水面上，这样应该也算成功了吧？哎，宇正，你看。椰子壳最厉害，不但可以飘起来，而且还不会进水。哎呀，糟糕了，我忘记发糕会吸水，一下子就散了。哎呀，拜托拜托，千万不要沉下去啊！加油加油！不过宇正，你的面包与水灯好像也要沉下去喽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最重要的是这些都是超有创意的环保水灯，赞啦！我做很好看吗？哪有，明就我做的比较好看，好不好？哪有，明就是我。那是我的。不是你来了，辛苦了。苏晴会不会累啊？好看的，是你啊！你们两个在讨论什么？这么高兴、啊？我们在讨论谁做的环保水灯比较有创意啊？不是你来了。两个都很有创意啊。不是，这样就兼顾民俗和环保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们下次呢也可以想想看啊，王船祭典呢可以用什么更环保方法来进行呢、王船祭典？不是，你是说烧王船吗？是啊。那是什么啊？王船祭典呢是台湾一个很特别的海洋民俗信仰啊。以前的人呢，为了避免灾祸呢，他会祭拜瘟神的。哇，儿子怎么咳嗽那么严重啊？你好好养病，别让娘操心啊。孩子娘别哭了，村里的人都感染了瘟疫，现在连大夫都治疗不好，该怎么办呢？孩子的病不如去问问村长吧。村长，好主意，我现在就去。儿，好好休息啊。别担心。各位，我已经跟村子里为几位长者们讨论过了，接连而来的瘟疫和祸事，可能是瘟神异鬼在作怪，所以我们决定择一个吉日，请大伙儿一起来祭拜瘟神。祭拜瘟神？那怎么办啊？我们可以造一艘王船，再放上许多丰盛的贡品，把瘟神送出去，希望瘟神可以永远离开咱们村子。这个方法不错，真的好办法。
下。那我要赶快去告诉村民了。就这样，造王船送瘟神出海的仪式渐渐成为一种风俗，祝烧王船则是后来慢慢演变而来的。好了，我们大家把纸钱和贡品一块放到船上，咱们要推船出海了。村长，我们将载着瘟疫的王船送出海，如果漂流到其他地方，会不会祸延其他村庄啊？对，有道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送王船的习俗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不能不办啊。不如我们就把王船给烧了，也等于将瘟疫给烧掉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是一个好办法，这个方法不错。我要赶快去跟村里的村民讲，我回去告诉我的叔叔婶婶。慢慢呢演变到现代呢，我们把王船呢放水流就叫做游地河，至于呢放火把它烧掉呢就叫做游天河。到了清朝的中期呢，我们就有了烧王船的习俗啦。王船飘进海里会造成海洋垃圾问题，烧王船则会制造二氧化碳污染空气，好像都不环保哎。不止空气哦，而且烧完之后灰烬和水风四处飘散，同样也是个污染哎。所以我刚刚才提醒你们呢、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王船祭典呢用更环保的方式来进行呢、你们很聪明啊，想想看啊。我想到可以用面包来做王船啊。面包做得起来吗？最好还是用一棵树刻成一艘船啊。听起来好像很费力也很费工哎。那怎么办啊？等你们想到好的方法说才告诉我好吗？对了，清明节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网络来祭祖吗？那我们可以用网络来放水灯还有烧王船啊。这是个好办法哎。赶快查看，说不定早就已经有人这么做了。我看不如在王船上面点灯代表烧王船，然后在王船上面绑上绳子，让它出去游一周之后再把它拉回来。下次继续使用，这样既能达到目的又不会浪费资源。你们说这个方法好不好啊？我真是太聪明了。怎么想到这样的点子啊？我真是太